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op Glove 顶级手套。顶级手套星期五的时候呢，终于站上去了这一个前低的阻力。它之前呢，在 0.75 的支撑附近徘徊住，最后就顶住了，站稳上去 0.715， 突破前低的阻力。星期五收盘价是 0.735， 所以这个是不错的，最少呢代表它已经是止跌反弹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套牢盘，而且它的筹码主力线、回撤线、蓝色线跟这个紫色线还是一直的在压住它， POC 也是在压住它。虽然已经说它已经是止跌回升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它还并不是进场的时候，因为有这两个套牢盘，这几个筹码主力线都是在压住它。个人认为只有它站上去，最少要站上去 0.745 的 0.740 的时候，也就是站上这个紫色线的时候，才考虑要不要进场。最好呢，它是可以突破这个整个筹码峰，也就是 0.775， 也就是这条回撤线，站上去之后才是一个安全的买点。站上去 0.745， 也就是紫色线这个第一步过后呢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突破 0.775， 这个是第二步。如果是短线的话呢，突破紫色线是买入讯号，目标价呢就是回撤线 0.775。 如果你要安全的话，就等它突破 0.775 才考虑要不要进场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